要带您看在辛辛那提动物园一只澳洲狼犬妈妈照顾小宝宝的温馨画面。不过呢，她照顾的并不是小狗，而是五只小豹子。辛辛那提动物园五只小豹子一出生就失去了妈妈，原来是豹子妈妈在生产之后不幸死亡。但现在这些小豹子并不缺乏母爱，动物园除了用奶瓶为小豹子哺乳，还找来了一只澳洲狼犬陪伴他们。小豹子们在狼犬身上爬上爬下，依偎耍赖，澳洲狼犬也非常的自在，把这些小豹子视如己出，展现母爱。